吃吧吃吧。啊，吃的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走吧。走，我带人看。哭啥呀？哭啥？哭啥？你跟我说哪不舒服？啊？头昏肚子疼。之前有过这症状没？没有。没有？还有哪不舒服没？没有。没有了。之前也没住过这个症状是吧？就是下午吃饭没？今天我吃饭没？别哭，别哭。今天我吃饭吗？没有。肚子疼不敢吃。肚子疼的不敢吃。疼多长时间了？第四节课疼开始疼了。放学了是吧？是不是气里岔气了？不是的，别哭。学校里面主要是考虑你的安全问题，知道不知道？这咱也是特殊情况，是不是？恁家哪儿的？石灶，给哪面了？啊？哪面呢？走，我先带着你去看去，中不中？要不然我把你送下去，你是想着咋着？对，回家看。你回家看？是不是？那我把你送下去，中不中？好不好？走，我回家开车去，好不好？你给我回家吧，好不好？我把你送下去，然后明天你看看。中不中？搁家里面的人来一趟，让家里面的人把你送过来，中不中？好，走，回家。我开车把你送下去，你给我说路，中不中？好不好？别哭了。遇到事情没事儿，有我给人你怕啥？是不是？别害怕，跟妈妈好好说说，也别叫妈担心了，中不中？别哭，不是啥大事儿，啊，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，听着没有？有我跟着你怕啥，是不是？咱学校也是考虑你安全问题，是不是？咱不出事儿是好事儿，咱要一出事儿，你说学校害怕不害怕？对不对？不要哭了，走，我叫俺家里面人开着车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去，好不好？不要哭，不要，这不是啥大事儿，啊，不要着急。头疼跟昨天的头疼症状一样吗？比昨天疼。比昨天还疼了。今天的时候不是说不疼了吗？啥时候开始疼的？就放马学。放马学开始疼了。还头疼还肚子疼。是不是？那之前我刚才跟你妈打电话，你妈说你六年级的时候也会肚子疼。是的不？跟那六年级症状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没啥，别哭了啊，不是啥大事儿啊。穿上衣裳，拿着吃药日。小陈，给我出去一趟。看我家有点吃的没，反正他也不能吃。这没有。那这零食，你穿上线。就把那个学生送回家。他头疼肚子疼的。拿小车钥匙。跟那边的。跟那边的走。